Hello， 大家好，我是 Green， 我是 Dennis。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跳脱舒适圈的好朋友——奔山野狼阿拉萨亚罗。耶！欢迎来到第二季的不知道第几集的。特别篇，这个特别篇是要玩几次？你如果你想要整合，就是整合时间的话，特别篇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你就一直骗人嘞！现在是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喽，然后我们来个特别篇，后面又来个特别篇第二集。我们下一季再见，我们下一季再见，我们下一季再见。什么时候下一季？不知道。每次都特别篇。但是呢，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本来预计七八九月是做第二集，没错，然后也说了第二季要做24集，没错。但是呢，发现我们录完24集之后呢，啊嘞，怎么好像还有一个礼拜呢？时间会凑不上，所以就很多特别篇。对，然后为了这些特别篇呢，我们也有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比方说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跳脱舒适圈这件事情，没错。那今天呢，其实是野狼的一个新系列哦，它叫做野狼老朋友系列。是野狼老朋友系列呢，它就是去邀一些，就是比方说 Green 或者是 Dennis， 学生时期的老朋友。然后大家毕业之后到现在，大学毕业到现在也8年了嘛。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呢，大家其实都有做自己的努力的事情或者奋斗的事情。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会有蛮多精彩的故事。没错，我们有很多一些奔山的战友，可以这样说吗？啊，没错没错，他们都会有，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对，那我们觉得邀请这些老朋友来节目中 当中对谈，然后互相碰撞，产生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觉得应该是很有趣的。对，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哪一位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一位女鞋品牌的老板。女鞋品牌的老板，对，她是专门做宽版鞋子老板，她叫做 Charlene。让我们欢迎野狼老朋友第一集的来宾，她是女鞋品牌 Yes I Do 的创办人 Charlene。嗨、yeah! ，大家好，我是板娘 Charlene。耶、yeah!。你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本人，还是你的品牌？好，先介绍我品牌好了。我的品牌 Yes I Do 呢，主要是做刚才 Green 有提到做宽版女鞋，那主要是提供给一些宽脚女生或是胖胖脚女生有一个安心买鞋的地方。那我们的鞋子呢，都会是以漂亮、舒适还有质感为准。那因为我本人就是属于比较宽然后又胖脚系列，那我就是之前一直觉得买不到我很满意的鞋子，所以我才跑来创这个品牌，然后做这样类似宽脚的可以穿下去的鞋子的产品线在。哦，其实 Dennis 我觉得就是脚型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女生，男生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就比如说一些靴子，它就会有分欧美跟亚洲款，那欧美的款型就会比较细长，那亚洲人穿的时候呢，就要去特别挑靴头，那去符合亚洲人脚型。所以，这件事情不止男生、女生，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吧。嗯，对对对。但我当初其实有想要做情侣鞋或者是、男鞋。但说实在，因为我觉得男生买鞋的那个消费力有点低下，你知道女生的鞋柜永远就觉得装不满啊，但男生就是啦，是没错，就买一次，而且还是买的那种要很贵的那一种。好啦，其实不瞒您说，我刚刚说那双靴子呢，我已经穿了15年了。这样我们知道赚什么？好难赚哦，不愧是客家男子。对啊。15年，哇！你从国中穿到现在，哇塞！高中哦、oh, ，OK。天哪！对不起，是我这种人害你们活不下去。对呀、啊。哎、欸，可是我记得，因为现在听你在介绍鞋子的时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专业。可是
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是大学同学，我对你的印象其实，我记得你不是学设计啊。我当初是念社科院，然后主要是社科院，对，政治经济这一块。那其实因为当文组出来，说实在说找工作其实不知道找什么，那刚好有工作机会来，我就进入台湾的最好找工作的地方，就是电子业的系统厂，是。然后那时候就做业务，那一开始大学毕业进去一定当业务助理嘛，然后大概做了六七年，应该六年了，没有到七年久，是就变成是可以独立接客户的那个 account manager 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接欧洲线所以我是到了后期两年就是可以自己独立在外面跑业务然后自己出差，然后开始过一些很爽的生活，也没有主管跟没有主管跟你知道吗，然后觉得出差好像就是这样，而且还觉得好累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出差也没有这么的，就是你知道大学刚毕业你去看那些比如说资深的业务，你就会觉得天哪好爽，我可以到处出差，可以去欧洲打卡什么的，然后觉得出差是一个梦幻的事情然后到我自己真的是开始跑在外面跑业务，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有经历过好像就差不多，真的太累了，真的倒不如自己存一些钱然后自己来玩会比较舒适一点好，那时候到后期就开始觉得出差差不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觉得就可以想下以后要做什么，因为常常觉得我比如说我少了手上那张名片，我也不知道 我除去这个 title 之后我还有什么价值，我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好像就是只能做公司的事情嗨考虑到如果过了大概到了30岁开始步入家庭，这样子一直在外面出差或者是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的生活，真的是我可以接受吗？我那时候开始想这些事情，所以就开始了我后面想要就是离开公司然后自己做生意的一些想法其实小令你现在想的一些问题就当初你想到的那些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在日本女生之间呢其实也会有就是比方说房仲或者是那种就是你要去跟他谈房地产然后要请那个空地的利用啊这些的那种房仲业呢，他们第一线的业务呢也会有让日本女生觉得这是没有办法一直做下去的工作对，我当初就是脑中一直有这个想法。对，因为如果你将来有一个想要经营家庭的梦的话呢，这类型的工作就是压力大嘛，然后工作时间不固定，外务都要跑出差，然后工作时间超长的话呢，基本上大家可能都做不太久，所以就会像你一样，就是会有一种我想要转换跑道，因为我想要争取更多的主导权这样子。我当初还是有看到一个现象啊，就是职场上的一些女性主管，比如说她们可能过了很高龄之后，然后去结婚生小孩了，那回来之后，其实她手上的客户，一些很 value 的客户，基本上就会被分走所以自我的价值感，回到公司的自我价值感，就会我觉得就是会跟结婚之前就差不多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gosh 我这样努力了10年，然后一回来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可能一夕之间就变了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累积的工作啦对以女生来说，男生我倒觉得很 OK 那虽然说你有知道你可能需要转换方向，那为什么是鞋子这一件事情？鞋子这件事情啊，应该是说我从爱漂亮开始想要买鞋子这件事情，就觉得一直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的脚真的是有那个胖到，我真的觉得买鞋好像就是在买彩券一样，就是你通常你穿的在当下去百货公司穿觉得很好穿，但是穿回去之后我就是觉得不好走啦，当初一直有这个困扰，然后我那时候不是在想说我不做这个工作我可以做什么吗然后我想说我在公司最大的价值，老板总是夸奖我很会解决问题，对，那我不如找一个我自己也想解决问题，把它当成一个题目去做，然后也是一个我可以全权掌握的，我不需要仰赖什么 RD team design team 然后制程 team 然后每个环节都不能出事才可以完整的一个产品真的你知道我之前当业务我真的觉得
天哪，这很多事情不是我可以掌握的，就是我是是是是，你把一个客户，你知道 handle 的很好，把他你知道婆婆弄弄把他马屁拍得很好，但是 你那个机器上面只要一个零件出错，就是整笔单就是没了。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哦，完全不是我可以 control 的，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那我就找一个题目，我可以自己解决我，然后我有兴趣解决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开始就是从生活中开始观察一些题目，那时候想要做什么鲜奶茶，我爱喝鲜奶茶，不来做鲜奶茶，或者是说鲜奶茶，每天一杯鲜奶茶。然后要么就是哎，鞋子这个问题困扰我超久，然后又观察一下市场，好像没有市场上没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宽脚的女鞋品牌，重点是还要好看时尚，不要太丑，因为有时候宽要。你要兼具到舒适度，有时候就是会没办法那么时尚。那好像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又懒得去百货公司选鞋，每次去选鞋就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去网络上选鞋又觉得，哎，好像大家说在标榜宽脚，那也不是真的这么的宽。那不如来做这个题目吧。就那时候开始有这个念头。原来如此。对。而且我刚刚发现你一度想要喷台语。但你就把它收回去了，你可以喷没关系。哪一句？你是说我的脚实在是无告，就是我的脚比较胖这样？这南博的口音没办法。可以，你就 relax， 喷出来没关系，好吗？不要怕。南博的口音，辣台妹，辣台妹有。有嘞，有嘞。又肥又嫩。你不讲，我还以为在讲，我还以为在聊猪脚。哎，没有礼貌，没有礼貌。哎、欸，我男朋友常看我脚，就觉得天哪，好想吃甜不辣、哦。喂，他常有这个念头。男朋友更坏，男朋友更坏。好了，那你刚刚有想到说你的想要解决找不到鞋这个问题，应该说有什么事情是一个契机，让你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呢？我不太像说所谓的一般的什么创业的经验，就是哦，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勇敢辞掉现在工作，然后就去创业，或者是说他们在本来在既有的工作上面准备一段时间，然后可以衔接了，然后辞掉工作，然后继续走创业那条路。我比较像是我就在电子业这个地方，就是待到真的有一点受不了了。就是大概27、28那时候，那觉得天哪、啊，太受不了了。那时候可以用不快乐上班这件事来形容，就是想要上班就不快乐啦。对，这样两位很同感是不是？我有同感，因为我刚刚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有跟小林私底下稍微聊了一下，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作几乎一模一样，差不多。我就是当初是比较你的上游厂的那种概念。对，然后我们的东西交期都非常的长，所以长到。那个中间只要中间一个东西出错，你就会非常麻烦，然后牵扯的人会非常多，就是一个毛很多的产业。真的，而且就是可能假日只要一信一来或者 message 一来，就觉得干是不是有什么 trouble 又来了之类的。会怕会怕，对。对，真的每天在 gang gang 那种状态之下。对，所以你选择出手这件事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对。然后做研究开发，我在旁边点点，我先去玩沙，先去玩沙喽。你们聊完再叫我。对，然后业务就是完全在后面在要收拾残局的人，所以就是觉得每天就会很胆战心惊啊，会怕，真的会怕。对啊，就算你顺利的交付了，但是后续你开始 run 机器开始 on 的时候，什么烧机或什么之类的那些事情，就是开始如影随形的，就是每天想，干这个是会不会有问题之类的。真的，真的，真的。我刚才聊什么聊到这里？就是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就是人家是。衔接好之后才找到想要做的工作这样子。OK OK， 哦、oh, ，那时候就是上班这件事情，等于是上班跟不快乐画上等号。不快乐是是是，对 对, 對，但应该有个点吧？我想说的是说，应该是有个某个点突然打到你，就说我应该是要真正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好，其实我那时候就是真的上班不快乐，我就直接离，我是直接裸辞，就是递完辞呈之后隔天就走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然后法定的20天的那个，还是一个月的那个告知时间，好不好？说裸辞应该就是老娘不干了，老丢出这个。这个一听就是没有裸辞的经验。我是没有了，我是提早三个月。哦，很日本啊，在日本还是比较怕一点。我不是鼠啦，我超鼠。所谓的裸辞是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就辞职叫裸辞。
对对对，好，那时候我就是直接裸辞掉。我那时候想说啊，如果我不知道要做什么话，我就不要勉强自己好了，我就先耍废。那时候那个蔡依林有一首歌很激励我，消极掰那首歌。你在干嘛脏话吗？你刚刚在骂脏话吗？我们这一集有约定好，尽量不要讲脏话。消极掰真的是一首歌啊。我记错吗？没关系，请继续。消极掰那首歌就是真的很激励你，我知道了，很激励你。OK， 躺好躺满啊。OK， 好，就类似歌词，大概是不知道做什么，我就躺下来，然后躺好躺满。OK， 类似。欸，你们脱离台湾圈太久了吧？真的有这首歌哦，你等下自己查一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你背景，大家到时候后置背景，帮我就是慢慢的那个渐入这一首歌之类的。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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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版权问题。哦，这个是2018年12月26号收录在《Ugly Beauty》里面的一首歌，是王永良作词，他的歌名叫做《消极掰》。哦啊，要空档。要空格，对，断句要断好一点，没错没错。好，好，那时候就觉得 OK， 那我不知道做什么，就勉强自己好了，我就先放空。大概裸辞之后4-5个月之后，就是觉得我好像可以做鞋子这个东西，因为之前刚出社会前2-3年有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对，好，我就把这件事纳入考量。然后因为那时候没什么工作，我就开始找一些工厂去研究一下怎么找工厂配合。然后去找台湾的工厂，去问他说：“如果我想要做这东西，愿意帮我生产吗？”那一开始当然就觉得你来乱的、啊嗯。然后，后来找到一两家工厂，觉得想他们可以帮我做，好像可行哦。就是，开始试了第一步之后，那时候到了9月吧，就是去年的9月，刚好去东京庆生。对，然后那时候觉得好像是一个分水岭，我应该去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认真做鞋子这件事情，还是回到我自己的本业去好了。但其实我对于这个本业我已经有点如果我再回去就等于有点二进二出了，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好像不是，你去给人家讲履历的时候说实在不是这么的好听啊。然后我想说要这样子呢，要回去本业呢，还是要回去就是勇敢的做一件觉得好像可以做的事情。是，对，是。然后那时候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不知道是哪根雷打到，我就想说好吧，我来做吧。对，就是真的一个瞬间就是好，我来做。对对。请问一下，你我来做这个想法闪过的时候，你人是在东京的哪里啊？我想知道一下。哪一天我就是很迷惘的时候，有没有也过前面站一下？我得到天启了，这样被雷打到这样。对，我感觉是在一个摩天轮那个地方摩天轮，东京摩天轮吧？哪里？是大户大那个就是有个泡汤的一个园区，那边旁边有个摩天轮啊，在那个 Team Lab 附近。好，我们等一下去查 Timberland 在东京的分店有哪些。不是 Timberland， 是那个 Team Lab， 是 Team Lab 那个啊 ，Team Lab， 嗨嗨嗨 ，Team Lab 那个艺术展，嗨嗨嗨嗨嗨，なるほど，摩天轮艺术展，然后附近有什么温泉？那个温泉应该是在台场吧？台场应该是在台场 ，Bingo， 这是台场。对对对对，好，我知道，谢谢。我之后人生迷惘的时候，就才想绕一绕，对，看一下自由女神，然后看一下摩天轮，那个可能就会有些启发。对，那个磁场应该还不错。啊，反正其实也不是一个瞬间从脑子蹦出来，其实在中间很多酝酿啊，然后心理挣扎啊，然后怀疑自己，很多都是怀疑，对啊，怀疑人生，就是我真的是就是不断怀疑人生，到好吧，就去做吧，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刚刚。你在聊到说你去找工厂，然后你去就是我记得你还有回国就是学一些像是自己亲自跳下去学女鞋设计哦，对对对，还有结识一些就是相关鞋业的朋友。对，就那时候决定要做的时候就回去，就是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开始做一些跟鞋子有关的东西，比如说我去找女鞋设计班，因为是完全是新手嘛，然后想说
借由女鞋设计班，我就可以认识一些鞋子的同业。那果然就是也是有让我认识到一些做鞋子的，然后现在还是培养成我的厂商这样。然后他去参加鞋展啊，什么秋冬鞋展啊，春夏鞋展啊。我第一次去参加鞋展的时候，我是有点百感交集哎、欸，就是、哦、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鞋展它是办在那个台北101附近的世贸。对对，然后其实我每年都会去世贸参加 TIC， 哎 ，TICC 久到忘记的名字。对 ，TICC，TICC。TICC, 然后想，哎，我第一次去鞋展的时候，看我之前是那种西装笔履这样讲嘛，然后进来当一个 vendor， 然后、我这次踏进来，我是来逛鞋子，变成一个、变成一个那个采购，就觉得这个 角色转换，觉得天哪，人生真是太无常。感觉是兴奋还是让你有点担忧的呢？会觉得其实会怀疑自己哦，就是我觉得之前的那份工作真的是很光鲜亮丽，是，但正是内心的想法，我就觉得哎、欸，其实我也不后悔做这个决定，就是蛮踏实的感觉，就有点对，算蛮踏实的，对，然后因为刚刚小令有提到他老板夸奖他善于解决问题能力，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就是做个背书哦。你看哦，小令准备要就是在东京做了决定要做女鞋这件事情，然后回台湾找厂商啦，然后去学设计，然后去换名片啊，这些事情其实他这一连串的 know how 呢都是系统厂的 know how。对啊，然后就是要被培养出来的。是是是是，所以真的是，所以其实也是有帮助啦。之前的累积的能量跟一些能力也有在自己身上。欸、说实在，我说我觉得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要，就是你说的处理事情的方法，就是你会知道你第一份工作就是很踏实的去，当然第一份工作也是要很踏实的去做过。这你所有的内建脑部会内建，就是你当初第一份工作怎么被训练，以后你的解决方法其实大致上就会照那个逻辑去走。欸、那请问一下，就是像你在系统厂其实待了六七年哦，这六七年的经验其实非常的，其实对于新鲜人来说，他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就是一个 round 已经跑完了。那你说这样的经验很重要，那其实这样的经验有没有在你后来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帮上忙呢？因为我之前做，不好意思，大哥。不会不会。这收音进去也是收音很好，我会帮你放大声一点。好我们节目很常会有声音乱录，所以没有关系。我们节目目前出现过了倒车的声音，收包裹的声音，叮咚，还有出现什么声音呢？欸、我最喜欢、我最喜欢 Green 那个冰块碰撞杯子的声音啊，对，冰块碰撞杯子的声音，有对对对、欸，我很喜欢那个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喜欢，对。就是觉得很凉凉，很生活化，没错没错，就很哎、欸，好像真的有在旁边聊天这种感觉。对，哎、欸，好，你看我回去、回去刚刚那个问题，对，经验是不是？因为之前在系统厂当业务，对，那比如说有些基本贸易概念啊，比如说订单，然后付款条件、交货这些，大概贸易的概念都还是用得上啊。但是因为台湾的鞋业。是属于传产，对，说实在真的是非常 freestyle， 就是常常是比如说我 line 过去说哦，我这个我要下几号鞋子，然后几双，对，然后对方就说哦好，然后就大概消失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之后，然后鞋子全部寄过来，然后他也没跟你说什么时候付钱，很 free 耶、欸，对，然后他说请问是在某比如说下一个月的25号前付款吗？然后他就回尽量两个字，就大概是这种 tempo， 所以我觉得好酷哦。做鞋业比较需要那种人情的那种瓦诺啊。啊，对，这应该是你的强项吧？就是因为工厂大部分在台南啊，我就比较南部的口音，然后有时候讲个台语，就是觉得哎、欸，好亲近哦，就是哎，头家咩呢啦，吼，帮我快一点可以吗？类似这一种，北北就超开心，就跟我之前就是你知道讲英文催客户那种，完全就是，Would you please 什么就是就totally different， 对，哎、欸，那你这样子。
就是从你开始做，然后现在听你这样子跟台湾的老板相处，也感觉很有你自己的一套。这过程当中都一直那么顺利吗？诶，当然是有不顺利的啊，因为我之前不是就是从电子业离开，我是裸辞嘛。对，所以在钱就是钱烧得非常快，然后、哦、因为我就是还一直玩乐，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武汉肺炎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出国玩。嗯，然后钱真的烧得很快，然后到开始投入决定投入做鞋子这件事情，钱稍微又是加倍的快，因为就是可能你给工厂一个开发费就是几万在付、嗯、然后或者是一开始因为人家觉得你是 nobody， 所以你压货的钱就是付完全款之后他才给你货。对，那不太像我现在已经合作到一定时间，所以他是有一个 payment term， 比如说隔30天或隔60天这种 payment term。 嗯哼哼，那一开始都是要压货嘛，那压了对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卖、嗯、然后那时候我在建置一些后台系统，其实我太早建置，因为我2月才上线、嗯、但是我那时候11月我就开始买了这个系统，就是每个月是那种几千几千在烧。对，那时候工厂开发又 delay， 所以等于是没东西卖，我中间有3个月是空在那一边。哇、哦，那很痛、欸。然后、嗯，然后到真的是钱快烧完了，嗯，就是第二个时间点，我想说，干，怎么还没开始做就没有钱？好可怜，好可怜、哦，好可怜哦。对，但是我又投入开发了，我去开发自己的噱头。对，然后开始囤一些物料。那我是真的是应该要继续做呢？这就是寄东京回来的时候第二个怀疑自己的地方。嗯嗯嗯，这算是第一次的，就是创业遇到的困难。嗯哦、oh, 那你后来是怎么跨越这一段呢？就是秉持着宇宙的一个真理啊，当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宇宙都在帮助你。那时候就是觉得干了没钱了、怎么办？那我已经投起下去，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亲友来帮忙这样子。哦、oh, 嗯、对，是股东的意思吗？也不算股东，就单纯借钱。拿多少？及时雨，及时雨，及时雨啦，对，及时雨，嗯嗯嗯，对，可以啦，借急不借穷，对啊，对，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真的是是是。然后这边呢，其实就要跟大家提一下、喔、就是小令遇到困难，然后大家愿意来帮他这件事情，那其实不是一个巧合，然后其实也不是单单只有就是所谓的。你当你下定了决心，全宇宙就会默默来帮你，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呢是就是冰山，就是在海面以下的东西。因为大家可能只透过麦克风而已，可是没有那么鲜明的认识小令这个人。但其实呢，因为 Green 跟 Dennis 在大学的时候呢，有是跟小令是朋友，那我们所感觉到的就是他是一个亲和力跟渗透力非常强的大姐头，大姐头。冯星十三妹是不是？那是什么东西？就是香港电影啊。哦、是吗？我记得是。是。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我们同年纪人讲出来，大家都会很有共鸣的一个东西。就然后 Green 就被排在外面了。对。OK，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等一下。我没有特别老吗？我也是笨蛋好吗？我们要解释吗？还是算了，不要好了，搞越过了，我们就下个话题啦，不要解释了。好，压的呀，这有一点，干对自己的节目被自己的人排挤，三小啦，马上篡位。大家好，我是小令，我是 Dennis。接，开头怎么讲来？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排挤 Green 的好朋友。好了，我要补充一下，就是一开始我会认识小令，是因为他是他们系的公关啊，都忘了这件事情。你都忘了这件事情，但我自己不是公关了，但。就是我有跟着我们公关到处去拍拍照这样。Dennis 的生活不用这个头衔，他本身就是个公关。没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OK， 哎，对，所以一开始就认识他，然后觉得哦，这个女生非常的有亲和力，而且非常的开朗，很豪迈啊，印象对印象非常深刻这样。哦，第一次见面就可以哦，嗨，哎啊，你就是 Green 哦，就那种感觉。哦，那么大方哦。现在比较社会化，稍微有点收敛一点。大家都是啦，我们大家都社会化之后都收敛了蛮多这样。对，所以你有印象你是怎么跟我们两个认识的吗？
哎、欸，这个完全没印象。我们的存在力太薄弱了吧？人家现在事业做比较大，好不好？我们的、欸、好没有存在感哦。不知道，就是那种走在路上会打招呼，但是又想不起来，哎、欸，我跟你怎么认识的、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也是哦，好像也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整个我们学校就是同一届，大家都是这种概念吧？对啦，大家都会在那个、啊、枇杷树那边相会，就是社会科学院、管院、理学院跟工学院的聚集会合地就在菩提树嘛。对啊，你刚才讲枇杷树什么意思？你刚刚讲枇杷树，菩提树，菩提树是的，是的。有人要吃银杏哦。下一个话题啊，尴尬带过。所以你现在创业是才不到两年？没有啦，说实在，开始从我的官网上线到现在，因为二月多上线嘛，对，半年多一点吧，感觉跟你们差不多。哦、oh, 嗯，是吧？你们是两半年吧？我们是四月。哦、oh, ，那晚那早你们一些。对，你们的品牌是我们的姐姐这样子。你是妹妹。啊？没有，谁说姐姐是对妹妹？姐姐跟对弟弟吧。Oh, 不好意思。哦、oh, ，好好好。想要问一下，因为听起来我们两个都是其实算是在经营社群，因为你本身在卖鞋子，所以你会有你的社群。然后我们是做播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社群。其实在经营社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慢慢的做出一些心得，然后也之后慢慢有一些未来的展望。那想问问看，就是 Yes I Do 这个品牌之后有没有想达成或者是想做的事情呢？嗯，现阶段其实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真的是要养活自己，就是至少我的薪水、我付给自己的薪水就是跟自己在电子业的水准差不多。然后、哦、那很快耶，那非常快耶。对，就是可以变成自己的一份正职啦。欸、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也是前一两年给自己的目标。我那时候离职，我想说我有没有办法靠不要进入公司行号领公司薪水去达成一个月比如说五六万这样的一个月薪的目标。对，我那时候好像就有立这样的目标，后来想想哎、欸、我现在好像有做到这样。すごいじゃん。哦，すごいね。对，然后目前现阶段当然就是先让这个品牌稳定，然后累积粉丝。然后因为我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室，但是不是每天开的，算是日租型的。希望未来有一个，不要说未来，大概半年吧，半年后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室，一个固定的工作的办公场所，然后一个客人可以常常来找到我，然后试穿鞋子的地方。中期目标大概这样、哦、然后长期目标就是做鞋子东西很竞争嘛，那其实也很看人。我就不是，我说实在我没有很喜欢，就是我以我的标准挑出一个我觉得好像大家会买的鞋子，然后货囤在那边等着人家来买它。长期我会想要就是做客制化这一块。就是大家来找你、他就是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对，大概目前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长期或是哦可以做半客制商品，然后中期就是固定工作室。对，哇，那真的是很有想法哎。楽しみだね。没什么想法啊，我只规划大概，我可能只规划一年内的事情吧，我从来不会规划一年外的事情。我连我下一餐要吃什么都不知道了。哎、欸，这是我每天的烦恼。我也是常在想一下餐要吃什么这样。那其实听完了这样的故事，这次邀请 Sharlene 上来呢，其实 Green 呢自己有一个私心小小的小请求，想要拜托就是 Sharlene 这样子。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怎样？我要看条件，你要拜托什么？对啊，不行怎样？那你请求就是要回报，要回报啊，你要端出什么条件来？像 Sharlene 说的啊。我可以用身体付吗？没有发现我刚刚就站去他那一边了吗？就是外面这样子。哎、欸，我们现在开始把慢慢的把他踢出这个节目。对对对。他开始把自己降一等咯，他开始用请求。我被中澳了，你知道吗？我开始被中澳了，很像女生在搞小圈圈，你知道吗？对啊，我觉得大姐头怎么样？要不要去上厕所？我还好哎、欸。不行哎、欸，你太胖。好坏哦，超坏。不好意思哦。我想要问的是，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标题呢，就是一开始的标题其实是陪你一起跳脱舒适圈的好朋友。对，那其实在我们的听众里面呢，其实 80% 呢都是来自于25到35岁区间的人们。那这群人呢有个特色，就是离开学生也一段时间了，进入职场也一段时间了，开始摸索自己的喜好跟喜欢跟不喜欢，已经开始认清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开始站在一个转捩点上面了。不是所有人第一份工作都是想要做喜欢的事情，但是很多人想要，就觉得说可能就跟你的那份工作一样，我其实不想要继续上这一份工作，但是因为他养得活我，那我也不知道我离开了这个工作可以做哪些事情，那我就将就的继续做现在这份工作吧的这种想法的人其实很多。我觉得大概社会上八九成的应该就是，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心情？对对，那其实因为你是踏出了那一步的人，想要请你以怪的身份，就是对于想踏出第一步但是又有点彷徨的人，给予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可以这样想或者是可以那样想的心得或者想法呢？你刚才聊到踏出那一步的过来人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其实我在打算做鞋子之前，跟我裸辞中间这段时间稍微有在迷惘，这个时候其实我接触到一个自己创业的一个前辈，那他是做电商的，他本来是在一个线上现在蛮大的电商平台，然后跳下来自己做电商吧，但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做什么，但是那时候跟他聊天，他那时候我就很迷惘跟他说，那我也想做生意，但是不知道做什么，他说你就认真的去找题目，找到一个题目你觉得可以做就直接下去做了，就是找题目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等于是人生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你要跨出那一步你总要一个方向，对，那像我的方向就是找到鞋子做鞋子，好，那做鞋子是我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方向，其实我个人不鼓励大家跨出那一步，比如说像我这样先裸辞再来想方向，那时候其实到了30岁你更慌，因为30岁你的负担啊，你的一些生活成本，对，已经不像你刚出社会那样就是觉得过简单就好，对，你30岁你有很多的生活开销啦，对，那如果你是裸辞的话，然后裸辞出来然后又没有方向，其实你会开始慌了之后我觉得你会那个什么乱枪打鸟再找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又不见得是你喜欢的，所以要跨出那一步我觉得要有方向，那有了方向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心里会很平静很多，像我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没有什么不太想介绍说什么创业很屌什么事情，其实因为我在追求的是一个让我自己心里平静，那因为前工作6-7年对，因为工作前6-7年我就是真的觉得我就是把这份工作做好，但我不知道我真的可以做什么这件事情，所以我内心是很没有方向，所以那时候其实不管怎么样做工作可能有时候给你很丰厚的回报，一些金钱回报，但是你还是觉得心里不平静，因为你会觉得这不是我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或是这不是我会让我快乐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在追求的就是一个很哲学派，就是我就是要找到一个让我心里很平静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需要很酷，不需要赚很多钱，但就是让我觉得感到内心平安喜乐，很平静，什么工作都好，那时候大概是这样的方向。那像我现在经营自己的这个鞋子的东西，算一个是还在目前一个小小生意阶段啊，就虽然说像比如说做鞋子的行销，网络上的行销，然后跟一些财务的压力，就是每天还是会一直想到这件事情，就它等于就是一个内建 default 啊，我那个款要付了，然后我这个文要发了，就是内建在脑里一个一个事情，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好像感到还蛮平静的，对哦，因为这个是你自己选择的。对，就那天我同学上个礼拜啊，前几个礼拜，我就29岁生日，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我29岁生日。”哦，生日快乐！太慢了吧，太慢了。对，然后我朋友就说：“为什么就是你今天看起来那么开心，就是都笑笑？因为说实在，前几年生日，我觉得就是觉得，干又老了一岁，我不知道我在干嘛。”的那种感觉，但他觉得我今年不一样，就是小小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居然用一种很那个
哲学家的角度跟他讲说，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件事情值得努力啊。呀，哎，我真的觉得能够讲出这句话，它其实是代表你又进入了下个阶段。这句话算是你值得骄傲的证明。就觉得好像是一件自己的东西，可以自己真的去好好努力它啦。对，那我想补充一点，哎，就是虽然我们今天的标题是跳脱舒适圈的好朋友，但其实我觉得刚刚小林也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你或许就是待在舒适圈才可以让你的心得到最平静。对，我刚才还没讲完这点，就是我也不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怎么跳脱舒适圈，做现在跟自己本业不一样，或者是说一定要去做个生意创业，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屌，然后人生不枉走这一招的感觉。因为其实你看我们职场上那些四十几岁或者三十几岁到快四十岁那些长官们或是主管们，他们之所以可以这么的任命于现在的那种很狗的工作，我觉得也是像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比如说快三十嘛，其实现在周遭的朋友大家都在结婚，然后成家，然后生小孩。那其实生了小孩之后，其实你有个家庭的责任感。对，那可能你对于家庭责任感来自于你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对，那就是经济来源。对，经济来源。那你这个这时候你就很那个任命在职场上当社畜。嗨嗨，我虽然工作不愉快，但是这份工作能带给我收入，然后这份收入能让我的家庭幸福美满，对，那这就是我心里平静的来源。对，我觉得这样也好，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大部分社会上的一个社会的 pattern 就是这样在走。嗯嗯，对，嗯嗯嗯，不然大家一定都是不喜欢工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要乖乖工作？那我觉得步入家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你就是乖乖的当社畜，然后心理平静。对，社畜没关系啊，心理平静的社畜，哎，对，当个心理平静的社畜也不错。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其实你提到一点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心理平静这件事情。我们假日的基本活动就是录节目，对，然后录节目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麻烦，然后准备时间非常的长，我刚才可以感受到了，然后剪辑时间也非常的痛苦，然后发文的时候发不好，我跟 Dennis 两个人还要在上班时间可能还要躲去厕所，就是哎，干这个之类的，鸟事很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你会认识很多朋友，然后你会很快乐。然后你看，像如果我们没有做播客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机会，就是邀你来聊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去做一些不喜欢的工作的人，其实并不是代表他想做那件事情，而是他有更想做的重心，或者他有更想做的事情。那收入来源就是一个稳定自己生活的巩固的那个基盘的那种感觉。某种程度上，奔三之后的思考方式好像都是变得是这种方式会比较普遍。因为说实在，你二十出头岁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我好像生活有很多种可能性。对，就觉得我就是这么的，我怎么可能只有这么平凡？但我觉得差不多在二十、二十七八岁，你就开始觉得，干，我好像真的很平凡，就是大概会是认识自己就是这种平凡，承认自己的平凡，这样。对，大概我觉得三十岁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换个想法来说，平凡有哪里不好吗？对不对？我觉得平凡不错。对啊，我也觉得平凡不错。对。对，你像2020太多纷争，我觉得真的平凡就是安稳过个小生活就好了。其实平凡它这件事情并不是不特别，而是找到了一个最舒服的位置。对，然后那个位置，对，你生活上你过得去，家人有办法交代，你身旁的朋友你都有办法照顾到，然后你对自己也有一个很有踏实的交代。我觉得这件事情造就了你生活感觉到很平凡，你还是有烦恼，你还是有痛苦的事情，然后你还是有不满足的地方，但是因为你的内心最根本的地方是稳固的，所以对接下来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按部就班的解决。是的，对对，同意，同意同意。好了，其实我们节目差不多也要来收尾啦，要收尾。对对对，那其实呢 Green 在工作上呢有一前辈就是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当你涉入的越深，了解的越多，那你再一次碰到人事物的时候，你的感触就会越深。所以像今天呢，虽然我们曾经是大学的老朋友，但是因为透过这场对谈呢，其实我跟 Dennis 都
更加认识了Yes I Do 这个品牌跟 Charlene 这个人。那就是真的很感谢你能够来到，就是当初勇敢踏出那一步，然后愿意上我们的节目接受专访这样子。谢谢，谢谢你们不嫌弃邀请我，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有在听你的节目。谢谢谢谢。那因为你知道自己一个人工作就会无聊，然后想要旁边有同事，但是又不要太叽歪同事的声音，所以我就会每天至少每个礼拜三个礼拜六都很期待，就是配个早午餐，然后把你们两个声音放在旁边，你们就是当个同事在那边聊天讲干话那种感觉。感谢感谢，好感人哦。对，因为今天其实今天的谈话我觉得蛮内心的，因为我也很少把这些事情就是跟别人分享啊，因为我就是比较属于自己默默做的那种人。嗯，那就透过这个访谈呢，我就是可以稍微整理一下自己，一路从之前稳定的工作到现在的一路的心得，你自己顺便做个整理啦。是是。那也那如果我没有这个访谈，其实我跟你们两个好像就是聊天都蛮肤浅，就常比如说贴个美女图，然后我就骂猪哥哦，就大概这种对话，就不会再深聊下去了。你真的很猪哥就这样。对，都是 green， 都是 green。我之前贴了一张是那个红中林香 Hironaka Ayaka 就是那个主播主播的那个图片，在我们的那个奔山野狼的 story 上面，然后我就说哇，这个是29岁奔山的女性，真的是有够美的，这样子越来越接近巅峰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 Charlene 就密我们了，他就说你看你现在奔山说29岁的女生漂亮，你奔四的时候也会说29岁女生漂亮，你到奔五的时候你还是会说29岁女生漂亮，你就是猪哥啦这样子。这边我要必须要跟你说， 对我就是猪哥。我就知道依这个节目的 tempo 就会自己承认。不错不错。嗨，那今天呢，在访谈完之后呢，其实呢，我们在聊这一次的专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邀请，就是Yes I Do，能够为我们就是怎么讲，算是配合业务配合吗？没有啦，单纯发福利啦，对，发福利金啊，福利金，对，福利金。所以呢，Yes I Do 有一个听众福利，就是88元祝大家事业发发的购物金。耶、yeah. ！那之后呢，在 Yes I Do 的官方网站加入会员，并输入“奔山野狼”的折扣码“阿拉萨鸭肉88”，就可以得到88元的购物金。对，然后在这边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Yes I Do 并不是 Y E S 那个 Yes，、啊、它是 Y E H 1.S I Do Yes I Do， 因为老板娘姓叶，所以就变 Yes。我不知道，我不是讲起来就觉得不太好意思。我都会、这个就是、Yes I Do 叶、yeah, 是那个姓叶叶啦、欸、因为我姓叶啦，我觉得大家都很不好意思弄。不知道为什么再害羞了，再害羞了，明明是自己一手那个什么怎么样，一手拉拔起来的品牌，然后现在讲到自己品牌的时候很害羞，这个太可爱了。是，对，就是害羞，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折扣码呢是阿拉萨鸭肉88 A R A S A Y A R O U 88，没错、嗯、然后呢 Dennis 还有 Green 会另外在如果有购买鞋子的话，我们会在鞋盒里面送一个小小小小小礼物。对，小小小小小礼物，而且这个东西只送不卖。如果你使用这个购物金然后购买了鞋子的话呢，我们再额外多送一个小礼物。那个小礼物我真的蛮想要的，你知道吗？就是哦，那个是野狼，就是开播这半年来第一次有东西变成实体的成品。也是了，对，真的。哦，另外呢，板娘一直在推自己的品牌，嗨嗨，但要有第三者公正去评论这双，就是这个品牌鞋子好不好穿嘛？哦，所以本节目对，所以当初对当初呢，就跟那个 Charlene 去聊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请我的女朋友去试穿。哦，卡哇伊，你要讲日文？卡哇伊，哎，我可以讲吗？就是因为那个你女朋友来试穿的时候，就是一直讲卡哇伊，卡哇伊，卡哇伊。然后我就事后真的假的？对，我就事后不是就问你们说，日本的卡哇伊是真的卡哇伊吗？一半一半，就是还是客套型的卡哇伊。看情况，
看当下的语气跟情况，所以你听你转述，我没有办法很直白的告诉你。但是如果我在当下的话，我或许可以告诉你说，这个烤外是真的，这个那个烤外是假的。你示范一下哪个是真的？我设计一个题目好了。好，我现在给你两个情境。好，你看那是韩国瑜的光头。啊啊，卡哇伊。这个就在客套，在敷衍。然后第二个是，我看一下谁。啊，你看新垣结衣。哦，卡哇伊。听得出来吗？有点难度吗？对，因为女生的腔调有点就是高八度之类的。对对，没关系，就是这个是一个需要时间去累积的东西。对，当下的情况跟他的稍微有点改变的语气。对 ，OK， 好，回到刚刚那个试穿的话题呢，嗨嗨，当下就有试穿好几双。嗨，就是结论是。皮革的新鞋也不咬脚、oh. 而且也不会有他给我的评论，还有是就算是皮革的新鞋也不会有任何皮革的臭味、oh. 就是你知道有些新鞋如果皮革鞋处理不好的话，它的皮革味会非常的重。嗯，哦、oh, 真的、哦欸、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其实我蛮多鞋子找台湾工厂做，因为台湾工厂都会用真皮啦，牛皮羊皮，所以我们家的鞋子就是大部分会是走真皮系列的。对对对，嗯嗯，所以我要补充，因为大部分其他的鞋款如果是些真皮的鞋款的话，在新鞋的时候是很容易会咬脚的。 对， 对，那它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本人也很讨厌咬脚啦，所以我的鞋子的方向就是不咬脚为主。很重要啦，很重要。那真的是 在就是不仅是自己的品牌上面真的有贯彻始终，在自己的商品上就真的有贯彻自己一开始想要解决的课题的感觉。对，但当然还没办法一步到位了，那我觉得就是是就是慢慢的就是朝理想中的鞋子去前进。对，是是，当然了、啊、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一步到位，都是边走边看边做边学，然后一边去改进。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子。 嗯，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大概也到这边告一段落，两位有没有什么还要再补充的？哎，那我们来录一个就是排挤 Green 的收尾好了。耶、yeah, 好耶、欸、哎、欸、不错，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欸、请问两位要怎么录？我没关系，小林我教你。好，等一下呢你就会说，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再见，然后我是小林，然后我就会接我是 Dennis， 你就要说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陪你一起踏出舒适圈的好朋友，奔山野狼阿拉塞奥斯，我说走就结束了。然后 Green 呢就在最后面说拜拜这样子。哎、欸，这太长了，我可能有点记不太起来。不会不会不会，一次就可以，一次就可以了。来来来来来来，要排挤也要排挤的本钱，好不好？拿出你的气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收听，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陪你一起排挤 Green 的好朋友，奔山野狼阿拉萨亚罗，我是 Charlene， 我是 Dennis，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Green，Green， 换你了，拜拜，拜拜，拜。呀，还没结束哦。把 Green 赶走之后，现在终于是我的场子了。第二季感谢收听，第三季还请多多指教啦。阿拉萨亚的 rap， It's a rainy day， 一出门心情不太美丽。打开 podcast， 搜寻野狼节目更新。大家好，我们是 Dennis and Green， 陪你一起面对狗屁叨叨难题。阿拉萨亚的呜呜，阿拉萨亚的不睡自取勿莫。ちょっともうちょっと。何よ。今週の Q&A まだ終わってないぞ。無理よ。好了 ，Dennis 也尝试写了一小段，结果发现。唱歌这件事情呢，还是交给 Green 就好了。那我们第三季再见啦 ，Peace out。